家里有宝宝的，看下这个冰丝凉席地垫，表面是冰丝面料，非常适合夏天使用，清爽透气，还不粘皮肤。里面有两厘米加厚的高弹海绵，非常柔软，不用担心宝宝摔伤，回弹性很好，久坐不塌陷，可以当做爬行垫、床边毯、临时地铺。底部有防滑层，防滑耐磨，久睡不闷热，快点入手吧。